上半场的比赛剩不到三分钟，朱伟突破地板给球，安利快给朱伟分球给安利奎，再杀进去，又是一个飞射破镜失误，把球传到对手身上，朱伟抢投三分传篮底下，安利连插不到一秒钟，艾福伯外线可以的出手，这个进攻。波卡在交给辛特利，从中路突破，安妮奎的火锅，包夹过来，在中圈的陷阱前面，安妮奎双手扣篮。哇哦！这次他把这个肖建义以及在这个克拉打到五号位。这边也玩个 PK roll 的双击没跳起来，对他以为巴赫金直接要捅了。线球小胖给安利奎直接跳投，好，至少有好地板球给安利奎，好进局，再十一秒进攻时间，田佑哲再送右，换赛回来是有困难，对，好，球定不算之后呢，这边是海报上的配角。球队以上一半以上的分数，阿莫这一球没有打进，但是后面还好有安妮奎摆脱，所以犯规问题呢也是目前控制还不错。安妮奎周距离马上传球 ，Wide open and a break， 安妮奎 in there tough， down it。当分带子的时候，他会有点飘吧？对。Manigo 第一次单手 ，That's that DJ layup。危险！新北的飙风玫瑰杀进来，可惜了，安妮奎又掉到犯规。今天开始三分线外手感比较冷一点，但这次交代来得慢了一点。哇哦！九分钟，稍微比较轻，所以今天罚球机会不会太少。安妮奎有点久，这种得分刚刚有点太多了。现阶段蛮好的三人搭配，易贝，王传这边是多打少的机会，小胖给了三分，今晚出手，哇塞！机会，再帮曼尼高做一个掩护，回到他的手上，罚球线后面的出手进。Thank you.
常成功哦，谢谢广场的防守。